小优心机很重，他专门挖坑给美女跳。他跟大家都很好，其实他心机很重。他在美女表演之前，请他们吃海苔，让他们牙齿上有海苔，在上场表演，让他们当众出糗。应该是罗丽塔讲的。故意跟人气很高的合照啊，组团呐，营造他们是好朋友。他其实就是要蹭美女的。小优真的有，蹭了小优的有。应该是萝莉塔吧？这个不是我讲的，可是他讲的那些我都听过，都是真的。我要讲海苔，海苔事件，我那时候只是纯粹说，哎，我刚好，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海苔的人，我那时候就刚好请他们，为什么这样子反而心机很重？没有，那个时候我们有发现另外一个人有海苔，我们还要讲，回家想提醒他，小欧说，超级没水准的。宪哥，这个真的只是就是大家好玩。有时候你知道，有些那时候大学生里面有一些美女上节目不好笑，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哦也是有美女也有自己的美女，对。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其实这个节目需要你帮，不是因为这个节目16个大学生每一个人都是亮点，所以我希望他们有自己的特色。其实我是因为台湾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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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你讲一个小梗哎，天哪！我是为了节目好。这个还好，这个就恐怖了。哇，小优很霸道，他不准学弟妹和他同桌吃饭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好犀利哦！吃便当，小优会不准大家跟他一起吃饭，甚至直接命令帅学弟录影后陪他去买录影要穿的衣服，还要对方帮忙看，哎，我这件内衣好不好？太夸张了，他超爱这样的。你怎么知道他的口气？我跟你讲，他就是这么恶心呐！我跟你讲，他真的。五个人都有控诉他吧？哎，双鱼，双鱼座是娃娃音之王，对，他真的有那个帅的男同班底在同一场哦，他那集讲话就会这样，没有，这不是我，他会这样子，为什么每个都有你啊？全部都是萝莉塔，然后每次有那种新生没来，他讲话就很谁啊，无聊，对，那时候大元来，他一直推他白眼，大元是谁啊？哦，一来他就给他吃海苔，大元这个海苔给你，这个海苔给你。像我从来没有跟小优学姐吃过饭，我也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也没有，我也没有，因为他把我隔开，我都没有，没有。他喜欢过你啊？哎，他会霸凌大家，就是新正妹来，他会不让新正妹学妹一跟他跟我们同一个场，大家热络一起吃饭。海苔，又海苔，难怪你那么生气，我要拿便当。旁边小孩说：“哎，我们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满，你要干嘛？”他们要聊下一节故事，说我不好意思，不能聊屁啦，他就在瞎聊，说晚上去东区喝茶而已。我要解释，我要解释，好夸张！我先跟大家讲，给当事人解释。真的，我不是会霸凌的人，而是因为我算是比较资深的学姐，不挑菜嘛，你挑菜嘛，是因为我算是那时候比较资深的学姐，我就觉得说，哦，如果我们这桌一起吃饭，最好是挑一些我们等一下下一集有故事的人。屁嘞，你是挑那种，我以前故事很多。我以前故事超多的，我都带很多东西摆在桌子上，他都看不看我一眼。他先离不看我一眼，谁都不知道。小优在里面是大学姐，他是大学姐。好，一个人讲我们还不以为意，好吧？五个人都讲，三人成虎，然后众智慧成城。来，小优是色胚，常利用节目诱拐小鲜肉。大家都知道他很色啊，只要有新来学弟，他就天上去跟人家要电话。这样子他是学姐对人家卡来秋来，学弟碍于淫威都不敢拒绝耶。这么说这件事是真的了，是真的。就像海苔说的，他真的就会以自己倚老卖老的姿态，然后只要有新来的比较帅的学弟哦，他就会找他特别聊天，然后交换联络方式。哦，难怪我们不熟，然后都只挑好看的。对，你根本不讲哎，你。根本不太认识小优，不行，你不太菜，他们都要了解他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只能讲一些海苔的话。当事人的说法。我跟你说好，我承认我那个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有时候单身，然后就觉得哇，看到新的小学弟，你又单身，有时候单身，你被大飞拒绝才这样子。我没有拒绝他。我们那时候就是你知道，可能就看到比较帅的小鲜肉，可是因为我为什么要留资讯？为什么？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有在做案例。我那时候已经有跟公司签约，然后公司都会跟我讲说，哎，我们就是有在缺一些人，你如果看到帅哥，帮我们。没有，我觉得。我也心机去过啊，为什么不找我聊故事？我们也在精心过啊，我们不想进去啊，对啊，谁没在精心过啊？怎么都不看我们一眼？怎么到我搭这么激烈？没有，是真的。这件事情你直接就道完歉就结束。对啊，好，但是我色也没有不好。对啊，我承认啊，我就是喜欢好看的事物啊，我会找麦基吗？不会。
你看，然后这宿敌太多了。好，小优讲话总是带情绪惹情了，情了，对，让大家顺他的意。他明明定位啊，就是一个丑角，但他私底下其实超级不喜欢这设定，还会情勒大家说你不约我是不是不把我当朋友？你这样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谁谁谁漂亮？搞到大家只要有聚会就只好约他，我压力好大。小优打给我说要约吃饭，可是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忙，我说我现在不行哎，结果他就立刻讲说好可怜哦，我都没有朋友，连你都请了，代表我把你看得很重，哪有啊？你都是真的。后来我问了，我知道你打给十个人都没有空，你才打给我的，真的。你是最后一个到场。刚刚那个是谁讲的？你知道吗？竟然是打，竟然是我，这没错。爱我的人，伤我最深。对，我真的太难过，我真的要哭了啦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刚刚空叔我说那个藕包这件事情，其实是小优，更不是我。在节目上说他真的笑他会丑，你一直骂他。藕包情侣档，难怪这么配，难怪这么情侣档。下节目他会跟你说，你真的不要再这样讲了，好不好？而且他真的，他会认真说，哎，你刚刚这样讲，我有很丑吗？对，我就心想有啊，哪里没有？就有啊，你长得跟我一样哎，你长得跟我一样，终于承认了，你长得跟我一样。不要说人家丑好不好？我们大家都同病相怜才会做。都一样，我是一胚的。那他会情勒是？他会情勒。我跟你讲，他这个人就是他，就是很喜欢，没，而且他喜欢跟着大家一起玩。当事人就这个角度。我其实只是我真的很喜欢加入每一个的局，所以我其实不可能霸凌人或是排挤谁，因为我想要，比如说我想要跟罗丽塔出去，我又想要跟你出去，所以我就会说，好，你们都不约我，好小气，我就是会比较容易玻璃心。这还好吧？这不就是把大家都当好朋友吗？你这个就比较严重的事情了。还要说小优耍大牌，他通告永远最晚到，还素颜。以前大学生一集有十几个人要说话，女生都会自己带底妆，还提早到。小优永远最晚到，还素颜，常让全部说话姐姐搞他一个人，就为了感慨。各位，我以前就有听过了。什么？大学生里面哈，其实他们学长学弟妹啊，互相会别苗头。哎，里面啊是鸭子划水。表面上还一片和乐融融，私底下大家各怀鬼胎。啊，这么可怕？也没有到这样。抢了16个位置，我还真的有啊。你们提前多少人啊？真的有抢的啊！提前16个人，我们比如说包包要放你放哪里，其实都有美感。你不可以放到学姐区，对，比如说下面那就是学姐区。我觉得这也不是谁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比较熟的那几个默契，对默契，我们比较熟的，就是你的位置啦。我们也没有要霸凌谁，但是我们比较资深的就会放那边，然后。如果这时候之前的就过来就说啊，这边是资深的，他就会自己去放别边，所以也没有欺负谁的意思。然后我要讲，我真的没有全素颜，只是可能只是很像，只是全素颜，已经画过了，看起来很像。因为那时候大学生那时候真的比较穷，我们都是买比较便宜的化妆品。那个时候我大学生都是骑机车来上节目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素颜，我在家里化好底妆了，结果下雨。故事一样花的，给我的故事，下雨下雨下雨，老天爷给你的故事吧。OK 啦，不是我故意要素颜的，是我下雨就卸妆。海产录影爱抢话，常偷别人的故事做效果，大家都觉得他的故事很夸张有效果，其实他是趁我们大家吃便当聊天，然后偷偷听我们讲话，一开录就把别人故事啊梗啊全部用光，超没水准，超没水准，他到现在也这样啊。甚至他这一次啊，这一次要录啊，他本来想跟我套好，我说不行，我要公正，不能套。真的没有联络你们吗？偷偷来 ，A B， 太坏了，全部都是你们打给我的，我要调通话记录、偷连记录给他看。你有经常偷人家的梗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们是吃饭的时候会聊出一些好笑的东西，我们不是偷，我们是修饰，因为他们有些梗他们讲出来可能没那么精彩，他们没有办法把那个浮夸度做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就会把他们修饰。所谓的偷故事是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吃饭，这故事我等一下下一集我要讲的，你就在下一集先把那都讲掉。精彩不可能。真的有，因为你有海豚场的
林南大声被骂，因为那男的他在做整集都没有讲话，制作人就会下去就会骂。对，那个男大声就说不是因为我要讲的被海产讲走，因为我怕他来不及请，因为他有别的学生爱取不取的，爱取不取 Q 牌。我们可能一个人，我们可能会录一三，或是二五这样。对，然后你在中间的过程你不会录到，但他会先录，他会先把你想好的笑话先讲掉。哦，然后之后下一个你在讲这个笑话的时候，因为你不知道他讲过，人家说哦你干嘛学海产？可是你的故事不是他写的吗？对啊，你的故事不是，是我偷别人的，偷来给你的。难得有一个是舞台下的，但是这个非常过分，这个蛮过分。海产听清楚，就是个渣男。他上完节目就抛弃女友，然后逢人就说哦我刚刚分手，然后反而用这种很可怜的情商形象去把女大神。错，在我听过，真的。是我们节目里面分手最快的男大生，进去是刚好我的感情本来就岌岌可危，而且我知道我要出道的时候，我要放下那些情欲这件事。出道什么？宪哥有讲过，你那个情欲，你是素人的时候，情欲就要抛开，我就刚好斩断之后，这里没有的事都可怜吧？下流胚子，有话讲不出来。宪哥真的，他其实很会把妹，真的，他会。对不起，他一把吉他，然后在那个餐厅弹到旁边，都全部女大生，真的，真的。宇文姐刚离婚的时候差点都中了，差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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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路人也把跟 COVID 19一样，宇文姐都中了，谁会中啊？莫名其妙，来，好了，海产爱自夸，每次都在那边讲说他最红最有流量，然后每次都夸说整个节目都靠他在带，跟我们说其他人就是不一样的，他喜欢说要不是他出道晚，站在桃子姐旁边的才不会是 Ken 哥，也不会有纳豆这个人，真的有听过，你有听过？就说要容易回，他跟我讲说，他说宪哥公司现在我在扛的，你有讲中吗？而且他是他在等宪哥退休，他等宪哥退休看能不能接手。我现在偶尔还会穿宪哥的西装哎，那边真的要小心哦，他真的是在他真的在等你退休，他要接你的家产。对，老大的意思。陆星派紧张到去接老唐牛肉，吓死了！怎么加入大学生？我真的听，我真的听过，真的太恐怖，真的有点可怕。我生日，他传讯说：“山如山如，我爱你，生日快乐。”我跟你讲，这个属于舞台上的表演，还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人因为有梦想而伟大，对不对？那你的梦想如果太大的话，就要适当的催眠自己。哦，这是对的。对啊，物极刚烈啊，这是对的哦。来，啊，海产他总是自以为情圣，还骚扰新来女大生。他超级油条，会跟正妹装熟，而且装熟的方式烂透了。他会问说：“你属什么？”再说：“我属于你。”然后直接跟人要电话，还强迫人家录完第一场陪他陪到第四场，还要陪吃宵夜，太过分了！真的有，这个我们都台面上的事情，在外面餐厅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男大生、女大生都在那边大家吃饭。对对，只要一有个新的女大生出来哦，哇，有一群妖魔鬼怪会涌上来，他就是冲第一的。我马上解释为什么新的女生出来，我就马上去好不好？因为小优在排挤那个新来的女生，我没有排挤，小优排挤那个新来的女生，这一串霸凌，而且不是潜规，我是看着小优这样，哦，新来的就是要这样。而且小优会排挤女生，就是因为她爱丽没丢，然后很生气去欺负别人。这个是一个因果关系。谁叫你要跟食物链一个食物链，食物链，你如果不跟杨天琪在一起，就没这种事。都你害的啦，是你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今天还可以穿 yellow black 啦。道歉说太好色这件事，对对对，道歉，你很色啊，而且你还要人家陪你市场，你很过分，对，超过分，很累，还会跟他说这样子哎，我跟你讲，帅哥，那时候制作人告诉我说有一些新来的班底，他们比较不会说话，海产你话比较多，你去带他。找你，关你屁事哦！我如果嘘寒问暖，真心诚意，绝对不是找你，绝对不是找你，一定找你，对不起嘛，对不起嘛。彼此的真正了解，了解到不行哎，了解到不行哎，真的是哈。他卫生习惯非常差，最可怕是有一次有人肚子饿，他超好心的说：“哎，那不然这汉堡给你吃。”吃完了，他才跟对方说：“哦，这我前天剩下的。”好恶心，好恶心，该不会就是你吃的吧？我们那时候录影完。
玩，常常都会在外面嘛。啊，有时候那个餐厅关已经提早关了，然后便当都被拿完了，肚子就会饿，然后就在跟海苔聊天，就说好饿什么的。他就说你要吃这个嘛，他就从他的包包里面拿出一个卡拉鸡腿堡，有吧？有，我跟你讲吧，我就天天吃哦。你还记得那卡拉鸡？对，是卡拉鸡腿堡，肯德基的。每次我还吃吃哦，我就跟他说哇，这附近你是去这附近哪里买的？怎么买得到？结果你说什么？我跟你讲，那是前几天我录影，那个电视台拿的汉堡，我不好，我忘记吃了，不好意思丢掉。真的？然后为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为什么给你吃？因为麦基这个也是那种鬼神的，很奇怪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们在水壶里面放补水，然后给人家喝，问人家喝补水。他真的有，真的有，他真的有，真的有。不是，我以为是在讲他。对对，这个算打平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他给你吃过期汉堡，你给他喝浮水啊？你给我喝浮水？我真的没有，你就有，真的就是那种大杯水，想说来台北，他会帮他们分享结缘，结果被想成这样子，这种妈妈的爱心这样被你们践踏，我真的就死了。我妈妈看到自己，我妈妈真的会哭哎！你妈该哭了吧？大杯水，大奇怪的结缘。